蒙甲青山宫竹东头家奇伟公司董事长翁家杰，鸿瑞公司董事长郭鸿瑞。大家我们所有的参展单位致上最崇高的敬意以及谢意，我们要谢谢我们银价行台我们的协办单位，是我们台北市社团法人哺乳动物威武师许祥胜董事长，以及我们的新北总新工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邱玉超邱主委，在前几的管委会管理委员监察委员，还有一个谢谢的是我们盛迪旺有限公司董事长詹天成詹董事长，庆赞我们新锐公司公社行台我们的牌楼，我们在我们的行台前看到非常壮观的牌楼，是由我们盛迪旺公司唐天成董事长所赞助，并庆赞我们新锐公司石洞头家。那么也要谢谢所有的庆赞单位，还有我们新港洞天宫南桃园金虎协会我们的尤忠刚董事长，以及我们徐胜奎副会长，包括我们的张执行长，以及我们所有的执行干部，对我们最支持的公司搭设行台来恭迎青山平安尊王圣驾，给予我们很多的协助以及赞助，谢谢以上所有的单位。代表奇伟公司郭鸿瑞董事长，鸿瑞公司我们翁家杰董事长，谢谢我们以上的协办以及参赞单位，谢谢各位，感谢大家。Thank you.